4月7日是六四天网黄琦老师54岁生日，成都市素食访民前往绵阳市看守所，为黄琦老师和绵阳维权人士陈天蒙继承了前途。祝福狱中的黄琦老师生日快乐。黄琦被羁押130天，没有具体消息。黄琦身患重病，我们很担心，希望当局停止打压，望各界全力关注。